Hello， 我叫黄欣，现在生活并居住于广州。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这里就是我的小小工作室梦窝。我们向外宣传环保健康的慢生活方式，这里也会有我很多的画作啊，还有一些手工艺品。我们还有两只大白猫，这也是我第一次养猫，觉得它们超级可爱，就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的去照顾它们。之前我从事的是艺术策划的工作，也因此累积了很多活动媒体宣传的经验。平时我非常喜欢写写画画，反正就是停不下来，因此也希望借这个机会通过文字和绘画让更多人了解大熊猫的真实生活。从小我就很喜欢熊猫，而且在2007年和2009年的时候也去过成都熊猫繁殖基地参观熊猫。对，那时候是参观，所以觉得其实隔他们真的超远。希望这次有机会可以和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了解和关心他们，尽我的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真正的大熊猫守护使者，保护熊猫，保护自然。最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我觉得那样应该更有助于我和熊猫他们沟通吧，因为他们生长并出生在四川。